书包吊牌的制作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书包吊牌的系统拆解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书包吊牌呢会有它的形状啊外观。那我们这一次呢是采用手绘的动物外形，那大小一样是3公分乘6公分。好，然后第二个部分会有一个钥匙圈。钥匙圈呢也是一样，是3×3公分的圆孔。那这两个部分都会一起做切割的设定。然后再来，在吊牌上面的资讯，吊饰上面的资讯，当然一定会有你的班级姓名的文字，然后另外会有一个校徽的图腾。好，那这个都要做影像的处理。然后这个部分呢是采用雕刻的部分。好，采用雕刻的部分，然后在材料的选择，我们一样是用上次的椴木板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材料功率跟速度的设定，然后还有一个做完之后呢，用钢绳把它装起来。以上是书包吊饰制作的系统拆解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要动物的外观，所以我们先到 Google 来找一下动物的图片。好，然后请你选图片搜寻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在工具这里哈，点一下哈，我们要使用的是插图类型的。好，所以请你选插图类型的。好，那我们找一下可以用的图片，比较可爱的版本，像这一种。好，这一种比较身体比较粗的，比外观比较好辨识的哈，这个就蛮适合的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抓下来。好，先点一下放大之后按右键，另存图片。把图片存在你的电脑上哈，桌面。好，到 Inkscape 里面，好，各位把 Inkscape 打开，然后在档案这里直接汇入，把刚刚下载好的长颈鹿，好，把它叫进来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个长颈鹿哈，我们现在只要描它的外框就好了，描外框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把工具切换到手绘线，啊，手绘线，啊，可以在 Control 跟滑鼠滚轮可以拉近一点哈。好，手绘线在画的时候呢，啊，请你就沿着旁边画，那不用很精准哈，不用很精准。哦，那个太细的尾巴，你可以到时候把它加粗一点。哦，不用很精准，没关系，外框先暂时描一下。好，最后一点呢，要跟第一点要重合在一起，然后放掉。这样你外框就差不多描好了哈。那描好之后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描的外框是很丑的哈，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们有办法把它变漂亮。好，接下来请你把工具选到节点编辑路径模式哈。好，那你刚刚画的线会变成一格一格的。好，会变成一格一格的格子，就是在有转折的地方，它都会自动帮你变成一个节点。好，我们把它叫节点。好，那这个节点很多，所以你的图很丑。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节点简化。那节点简化的功能在路径的
简化里面。好，它的快速键是 Ctrl 加 L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回到你的这个长颈鹿上面，按 Ctrl 加 L， 然后你就会发现节点变得很少。你可以多按几次，按个三次、五次左右，它的线条就会变得很平滑。线条变得很平滑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调整一下节点。那节点的调整，稍微放大一点哈。好，节点的调整蛮简单的哈，就是通常我们会把这个节点会放在转折的地方，然后用节点两边的圆圈圈去调整线条，调整线条的弯曲的程度，好，所以把节点放在转折的地方，线条调整弯曲的程度。好，那少的节点不够节点怎么办？在线条上面直接快点两下，它就会多一个节点。好，就把它拉下来，一样继续的做调整。好，是不用那么准，没有关系哈。这边少一个节点，再点两下就会多一个节点，点两下多一个节点，拿过来让它往这边弯。好，那各位就照这样子去调整一下你的节点，让你的这个长颈鹿，你的动物的外框差不多。好，不用很准，不用很准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会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哈。放在弯曲的地方。好，那尾巴尽量不要太细，因为你太细的话，那个雷切碗的作品因为木板太细，容易会碰到就断掉。好，这个稍微留意一下。这个线是。这个跑掉了。那你如果要调整形状呢，你可以这时候顺便就一起调整哈。好，那尾巴我就稍微调整一下，不然这边太细，太细容易断掉哈。有，那如果有多的节点
假设这里多了节点，你就点一下它，选它，直接按 delete，那它就可以把节点删掉，哦，就可以把多的节点删掉。啊，这个部分牵涉到就是你要自己手画了哈，所以会比较慢一点。好，这边也少了节点，再拉一个下来。啊，进入最后阶段。好，调好之后呢，啊，利用节点编辑还是可以把它变胖变瘦哈。好，调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原来的图，原来的这个图，把它删掉。所以把它换成这个选取工具，把你原来的图把它删掉，那你就会得到一个长颈鹿的外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，因为我们给的尺寸，啊，给的尺寸大约是3公分乘6公分哈。那因为你的图是正方形的，所以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大小，尽量在5、6公分以内，啊，才不会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去做雷切嘛。那所以如果你图太大，会造成大家等待时间太久哈。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尺寸。好，这个地方上面有一个宽，有一个高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你可以，你现在这个宽高是7.5公分乘8.5公分，那所以我们把它适度的缩减一下。那这里有一个比例的钥匙扣啊，这个锁头哈，这个锁头如果你把它锁起来，那你等一下在调整的时候，它会按照比例缩小。好，那这个太大了，我们把它缩在6公分以内哈，所以我们把数字直接改成六，60哈，60，不好意思，60，啊，60，那它这边就会跟着比例一起缩小。那如果你不想等比例缩小，你就把这个锁头打开，那两边都要去调整。好，那这是比例缩小的部分。好，那现在你的大小大概在5公分乘6公分左右哈，这样才不会占用大家的时间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外框的部分。那我们外框现在已经处理好了，所以你到这边来，啊，这个外框已经处理好了哈，我们把它打个勾。好，表示说这个地方已经做好了。好，那么再来，我们要画钥匙圈的孔。好，钥匙圈的孔，好，那钥匙圈的孔呢？看你要把洞，穿在哪里哈？穿在哪里？好，那以这个长颈鹿来讲的话，好像穿在耳朵上，或者是穿在眼睛上，会比较合适哈，会比较合适。或者你就多一个凸出来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角的地方，你做一点改变。让它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先来画一个圆形的，好，圆形的孔，啊，先画一个圆形的孔，啊，这个粗细不用管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换成选取的样式啊，选取的样式，然后等比例三，啊，不用等比例了哈。好，3×3。啊，3mm 乘以3mm，啊，它所以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小。那这样的一个大小呢，我们要把它
移到你的动物的身上哈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到时候钥匙圈要穿过去的地方。那你稍微看一下啊，如果说这个边缘哈不能太细哦，太细的话，你到时候稍微一用力，这个洞就会断掉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你的造型稍微做一点改变，去配合这个大小啊。所以我可以回到节点编辑这边，我让我的耳朵稍微宽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摆在这，把它摆到比较宽的地方。哦，那我的耳朵就要稍微宽一点，大一点。好，这样才不会说一拉就断掉哈。那当然为了平均嘛哈，所以我两个耳朵就稍微大一点。所以这是一只大耳朵的长颈鹿。好，就大概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钥匙孔开好了哈。那钥匙孔开好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啊也这个也做一下标记。好，接下来呢？